咁如果食緊呢個西藥，例如發燒感冒，可唔可以食完竹簽嚟答咗啦？係可以，可以嘅。咁啊，16歲嚇，但係有腎藥啊，可唔可以食完竹簽咧？啊，有即係長期病患者啦。嗱，佢有腎藥，佢有排水丸，係有咩腎藥？消炎丸啊。但我當佢食緊排水丸啦。如果佢而家食緊排水丸，又食極速纖咧，你飲嘅水分要控制得好啲咯。因為你食咗排水丸之後咧，因為你一個腎代謝嘅水咧會去得好快，咁你條腸入邊嘅水嘅比例會少咗，可能你會覺得乾啊，係會覺得屙唔出㗎。咁所以你自己要調節得好啲，你要按自己嗰個經驗去處理。但如果你飲得過多嘅水咧，我又驚你個腎本身有問題，代謝得唔好啊。咁你自己按自己嘅經驗處理，由1/4一包極速纖開始慢慢加上去，按自己個感覺。哎呀！